呢度咧都係我哋少數民族啦，土家族啊。咁我哋講到四川司馬相如之外，我哋講到李白四川人，仲有邊個啊？蘇東坡，大家聽過啊？聽過。三蘇父子四川人，仲有我哋明朝第一大才子，明朝啊！明朝第一大才子杨晨都是四川人。咁啊，大家有冇听过一首歌？有冇睇过《三国演义》？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章啊，仲有杨晨，明朝第一大才杨晨写嘅一首词。咁啊，呢首词我讲出第一句，大家一定会熟第二句嘅。啊，呢首词点样写啊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